特你们冷下于他的人。当我睁开眼睛第一次看你，哦，你别笑了。你这样对我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。我们今天自己动手做一个礼盒还有信封，都用这一块制作板就可以了。先用压痕笔沿着凹槽画出痕迹，这里切出圆角，四条边都操作一遍。翻过来，另一头也压一下，再用这边的压脚器做出纸盒的小钩子，然后按照折痕折出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平时也喜欢攒一些好看的包装卡纸，之前觉得留着用不上，扔了又可惜，这回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各种尺寸对照这里来做，大号的可以打开这个延长板，压痕笔平时就收纳在底部。再做个信封，要比盒子简单一些。
you